三二一，开始！救我！快抓住！杀救我呀！你快抓住他！哎呦我的妈！切大葱特写，道具啊，把大葱拿一下。哎，好了，导演，大葱来了。这大葱是真的吧？真的。怀疑啥呀？哎，真的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准备。现场安静，准备十分。摄影录。录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有劲有劲，你这钱换真刀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刀具三二一，开始。蒋爷，蒋爷，蒋爷，今天我呀去蔡大妈的菜摊上出了四斤黄瓜和三斤二文玉梨。南面的那家面铺没面，我站在面铺的棉门帘，打到老板找不到面铺的门面。我又去找刘奶奶收牛奶，刘奶奶说今天奶牛没有奶。牛奶奶说你去柳树下问问刘老六。我走了66张6，来到柳树下看见刘老六，刘老六说有奶牛，奶牛产了6斤6.6，一斤奶是4分3斤，二话没说一共是28分4斤3分6厘。蒋爷您看呀，六啊！咔咔咔，停！你的台词是六吗？不是导演，这个小二的台词说的太六了呀。准备一下。再来一条。哎，小二，你怎么练的呀？年轻人都在用的打卡软件 Teaming 啊，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目标的人互相交流心得。来，准备，摄影，录，录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呢？嘿，蒋爷，我在蔡大妈的菜单上，咔咔咔，停。什么蔡大妈？是蔡大妈。不好意思。再来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哎，蒋爷，我在蔡大妈的菜上那个咔咔咔，你别笑！菜摊上，菜摊上，菜摊上，再来！三二一，开始！菜摊上，蔡大妈真菜！哎呦我的妈！菜大妈，菜大菜菜菜大妈菜不菜我不知道，你是真菜！三二一，开始！对，哎，右键，右键，右键，卡卡停，怎么回事？不是导演，喂，道具啊！开始，一两，三，破，一两，破，破，一两，破，破，一两，三，哎呦我的妈！停停，你怎么回事？用这么大劲干嘛？你带这个，小低一点，小低一点，
咔咔咔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回事？轻一点，不是往脸上喷，高一点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再准备，啊，来开始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那个我一定能搞好哈、啊。你还没吃饭吗？我会搞的啊，给你泡一个好东西。导演，嗯，你不是在健身吗？对啊，这麦片果干丰富，高纤维的。你这喝了呀、啊？对身体好啊，对身体好。我靠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一天天，这倒是。你把那个刀给我蒸好就完了。你饿了吧？给你拿个板鸭吃吃。给导演背的，你把板鸭吃了吧。这麦片这么好的东西让你吃，太可惜了。再给你泡，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天天给我盯着那道具，我再给你泡，导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道具，自己留着吃吧。轮起来吧，没问题。那咱们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放生，放生，放生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咋回事？道具！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大人。我靠，咋回事？咋回事？哎呦我的妈！道具。看主点，拿个主点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看看看，到底咋回事？来了导演，晚上好，好了导演，来这儿，来三二一，开始打开主点。对，慢慢的思考，走着，然后望向天空，然后沉思中。对了，状态非常好，状态非常好。看看看。爷爷没事吧？哎呀，我也是。道具。来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爷爷，切萝卜。对，切，接着切。来，削土豆。削土豆。对，削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咋回事？那切茄子，切茄子。切呀你！看，咋回事？道具呢？好了，导演，好了，导演，来，再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演员，喝药。对，吃大便，对你现在疾病缠身。对，一口气喝完，一口气喝完。哎呀，最后那表情不太好，来，道具，赶紧再需要需要。好嘞，来嘞，快，
好嘞，争分夺秒，快快快快快，快点啊！哪样子啊？就最后表情拿捏好一点，来，来，对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哎，一口气喝完，喝呀！咋了？这可乐，这可乐有这么难喝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大姐，哎，可乐喝完了，只有这个更像了。我太难了。